话吼，我嘛不知呢，就是一定老公公阿爹吼，每年就是75，我讲讲会第二年哩，吼，啊，就是呢，你对国家对社会有一个相当大的责任，有任务哩嘞，你一定来选。哎呦，这嘛是命中爱登着爱一听所爱的代志，所以你好话嘛，听到各位人民各位人民有这条命，我这条命呢，我嘛是勇敢算命，啊算命呢，我雄心包中，对不对？到位啊，是都有一个动算，对人情，只有呢，有那个平民不能动的，哦，记得有做。但是第二大东西有竞争部的农业店副处理委员所谓秘书第六第副委员长啊所谓第副委长所谓第好这个第六来吧那是一个抓住普通这个来看这个